参首菩萨答文殊师利菩萨的问啊，这个寄送当中呢，问这个寿命，答这个以寿命来作答。嗯，寿命也是显无常意的。什么叫寿命？寿命因谁起的？福音随退减的，这个寄送咱们解答完了。而智者能观察一切有无常，诸法空无我，融离一切相。思维观察什么呢？观察无常，无常。一切诸法空。无我，这咱们昨天解释过了。无我，融离一切相，一切相就是境界，离开一切境界。思维观察，在一切相上认识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空的，它是无我的。它是无相的，所以在任何的有形象的、有言语所表达的，观察这一切法是无常的，这叫我们经常说的无常观，无常观啊。跟我们最密切的。是你的身体，在这个他这个很紧密的，紧密的就是说他对你相随很紧密的，这把你把我观察我的身体，身体不是我作为对象来观察你的身体，我这点谁都认识得到，认识得到啊！当年你从你能记得到的，从你五六岁观察你到现在，你二十多岁、三十多岁、四十多岁、五十多岁，那更老吧？你把你这个身体啊演变是长的，不是长的，这个可能认识得到了。说它是无常的，但是你这个身体也成了所观，你能观的呢，不要用你这个现在的妄心，这个妄心本身也是无常的，那你观一观，也就是说是观就是思维一下子。再说通俗点，你想一想，想想，你所见到的一切事物，哪个是常的？你能找着一个常的吗？常者就不变于永久的。这个说，你能观察这个，能观这个，能观观，作为性体啊，能观的是性体。佛曾跟那个波斯匿王，佛问波斯匿王说，你几岁见到恒河的，记得恒河的？他说我是三岁，跟着我妈妈朝圣天，那时候看到恒河的。他说你现在几十岁？那现在六十多了。说现在你看的恒河，
你能观这个能观跟你所观这个现象有变化没有？他说恒河有变化。我说能观的好像没变化，三岁看恒河入世，到六十多岁看恒河还入世。说你所观察的无常的，它是空的，所观的景是无常的，是空的。昨天咱们讲这无我讲了很多，无我这个非常不容易，要能达到无我把我执去了，了了生死了，所以它很难呢。我知我见，凡是一切事儿，我慢我贪我痴，都是因为有我。说无我观，说哪个是我，这得要用过分析。有两种观，第一种是喜空观，喜空观因为分析而能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不存在的，空的。那我们这个观照的观，就观你这个身体吧。当你变，在客观的环境吧，一年一变，一年一变，变了死了，肉体消灭掉了，没有了。那精神，这个肉体是物质的，咱说精神，你那个观你肉体这个无常的这个能观死没死？没有死。肉体是生灭的，是无常的，是空的，能观这个观，观空观无常观我这个观，这个观是不是也死了也没有了？它是存在的，存在的。这个是依着真空而起的，依着真空啊，能观那个心，那个实心，真者常在，万者消失，忘的就没有了。因为它没断，不是断啊，种子没断，它种子又发芽又生又投生，这叫什么生啊？这缘起的业报所生的，随你今生所做的业，尤其流转了，流转又生了，这生是不是还变人呢？不见得了，不见得了。我在美国跟我皈依弟子讲，他很喜欢小狗，他家里养个小狗，那他回台北去了，他惦着那个小狗，小狗要生病了，坐着飞机赶紧回去了，比他妈妈生病还重要。对，往里照顾小狗去了。头两天给我打电话，他小狗在这个三藩市旧金山在那儿养，小狗不好了，赶紧坐飞机回去了，照顾小狗去了。他说我这样耐重伤，我得什么吧？我说将来很好的，变成狗。你对他非常关心，变成狗。诸法皆入世，一切法都这样了。你现在的心，你注重三宝，念念不忘三宝，你不要问你的未来的结果，自然你永远不离开三宝，三宝摄受你，一切灾难化为尘呢。就是看你缘念什么，思维什么。如果你能够把我把这肉体看假了，不执着的话，
烦恼自然轻了，烦恼轻了，烦恼轻了就智慧增长了，就明了，咱们是讲明吗，能得到明了。举这个三个无常、空、无我、无相，这就是咱们经常的观的时候，无我是最初步的，把无我观成功了，观空，观无相，怎么能无能呢？空过，还不说你怎么能进入智慧，智慧观当然是了，只是无我，但是有个真我，真我是什么呢？法性体。观无我的时候，知道能观无我这个观，那个观想的观能观，就像我们说你痛了，你感觉痛那个感觉，是觉是光明意，我感觉痛苦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想解决痛苦的时候，你观一观，提起那个觉照，那个觉，他那痛啊，你观没修成，观修成了不痛了，观没修成也能减轻，因为你转移注意力了。所以在这个病苦的时候，你越想它，哈，病越重，观越重。以前我听人家一个老中医，他明白这种道理，他可不是从佛这儿明白的，他从他医疗技术上明白的。也是生的大背疮，大背就是在那后心那地方，或者背上生个疮，那从烂的啊，什么药敷也治不好，烂的都在那个烂都看着他那个心脏的跳动。那老医生想用药力是治不好的，因为他那个心呢，一天关注在那个柱上，就那火呀，这说心火呀，他那个心全心注重上的，就执着，这叫执着。他给他转移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说你这个背上这个疮不要紧，我给你敷上药几天就好了。他说但是你这个腚就那屁股上那要长个疮，这个疮要好，那个疮要升起来之后啊，我就治不了。那这病人一天他这个心呢转移了，心火嘛，转移了，他不注重他这后头背上的疮了，他那一心就看他垫部臀部，看他臀部上就是那个屁股墩上啊，他一天的摸好，没过三天呢，又红又肿，痛得要死，果不真长起来大。那医生说，他就找医生去了，哎呀，他说你说的真灵了，我这个臀部长了一个大疮啊。哎，那医生叹口气说，命也入时啊，说你这个命啊也该干什么了。这一来他更知道了，那他填那儿好，你填那儿还来呼呼药吧，别少痛苦吧，填那儿去。隔了好几天，医生才跟他说真话，为什么他和大背疮已经渐渐好了，渐渐解疤了，生药了。医生才跟他说啊，你这个大背啊快烂到心脏了，我没办法治疗，我才让你给转移，是因为太执着了，太注重这个了。三分病
有七分是你帮助他，你心里头帮助他，或者肺部也好，那个胃部也好，肝部也好，一切在右身上的病，它是物质的，物质的，身体精神上帮助他，帮他的忙，这个叫观，观就是关照的意思，就是你思想的注意力，注意他到上去了，你心意注意力，这个心火呀，一切营养都报那个到那个地方，你所关照那个地点去了，他你转移了，那见你好了，因为我们太执着我了。什么是什么都是我的，我曾这样试验过，一个小孩不会说话，才到一岁，对，还不会说话呢，你摆他的玩具了干啥的，他就不属别人动，他拿手抱着捂着，还抢他，那他只有哭啊，他就哭了。从一想什么都不懂呢，生下来他就知道这是我的，别人不能动，感到会说话了，那小名叫牛牛，你动他一什么，说这是牛牛的，你不能动，我说这不是你的，还没给你呢，不属于你的，他就不说话了啊，不属于我的，那我就不行了。那给他属于我的，他就保护了。现在你对你的身体，你把它认为它不属于我的，它并不听话。那我的身体还不听我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不听你的话，生老病死你都一点办法没有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他能听你的话，但是你让他不变，他天天在变，时时在变，你不感觉而已了。如果不变的话，为什么你现在十几岁、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、四十都在变化？变没有了。不过每个人依照佛的教授。这样的去观察一切事物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，一切境界相，这观的含义呢，就是转化它，转化它，怎么转化它？用你的心，能观的字，能观是字，所观的是景，有智慧转变那个客观的现实的环境，心能转境，即同如来，跟佛相同了。如果你被外边的境界转，今天我刚才说这个，举这个例子，说你心呐，被你那个病，被你那个疮转了，心被境转。你不但不能治好病，那个病还加重。说你想了生死，想求解脱，而一天一天的你执着生死，往生死里头钻，那你怎么得了啊？不但不了，你帮他的生死的忙。对，咱们观无常，不要在那帮常的忙，这是跟那个恰恰相反的意思呢。说你所执着的全是没有性的，没有实体的，性非有，体上是没有这些个的，性没有的。为什么性非有？性空，体性是空寂的，它要不空，它
他都不能随一切缘，只能随一个缘，因为这是空的。他随了缘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但是他的空性不变。你这个有是生灭的，有了又消失了，咱们又得消失了。如果是死了，死了，你还会找一个，又转化一个肉体。那是业，随你所做的业，你做了什么业，就转化什么。如果你业空了，你关照业空了，业空了就没有业了，没有业就不转了，不转了就回到性空了。性空，一说到性空，绝对不是有。性空不是空，一定懂得这个非有没有，没有是现象，这性体不失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人人都记住有佛性，都记住有佛性。说你所执着那个东西不存在了，那叫他那个性，不是法性那个性啊，叫异性，啊，异性，异性，这个执着没有了，他换一个了，那个执着了，这叫自性异，是不同的，不同的。那么这个自性的空，空，它所显现的是自性，是体性那个性啊，它有三种含义啊，三种含义呢，一个是无性的空，没有体性的空，没有体性本来就是没有的，所以它是幻化的，入梦幻泡影，是建立到是。无性的空，没有体性的。还有异性空，你所虚妄执着的那一法，那一法的性体，它是空的，就是异性。异性，妄所执着的那个异性，异性呢，是你不同性体的。不同性体的，不是真性的性体啊，像水性、火性、风性，这上头讲的四大了，它那自性不同，但是总的呢，它有个性空，那叫自性空，无我，无我有三种含义，一个无相的无我。无相，无我相，和哪相无？无相啊，无相的无我是一种啊，异相的无我，妄心所知道的妄境那个异相，那个无我就是异性无我，还有自性无我啊。你观照的时候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一个无相的物我，一个异相的物我，一个自相的物我。无我所显的为自相，这无我有三种。无相呢，一切有相皆是虚妄，相都是无相的。为什么？第二种说他相无实故，所以说单说有相都是虚妄。无妄相，无妄相可不是妄想啊，无妄相
说第三种叫无妄想，这个三个无相者含着这种三种道理，要把它融摄起来，辨别自性空，自性本来没有的，事物一切无常的，无常的是空意，无常嘛，生灭嘛，生灭的空，但是思维修，你自己思维修的时候，不要依着这个所局限，你想观什么都可以。观的时候你要分别，分别时候才能知道它的空。说你观你的人生，哎呀，你说我十岁时候什么样子，现在我二十几了，三十几了，那十岁的二十岁那时候的事儿啊都没有了。当你病苦的时候观病苦，你好了那个病苦没有啊。但是这是现象，对，不是的本质，本质本来就没有。那这些住相怎么来的呢？随业生，随你业啊，招感来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下一个计算，纵报随业生，入梦不真实。念念常灭坏，入前后一耳。这个意思也告诉你，所有的报，随业生的，是空的，观空，这样观，业报，造了业了，业是空的。造了就没有了，哎，但是他要报，业是空的，报也是空的。这个道理就深了。例如说，你认识到这个，悟得的这个，证得这个，下地狱啊，受报的时候没有，地狱是空的。和你病苦，病没有实体的，哪里来的？又有身体，我的身体也是假的，像梦幻人，病也不存在了。我们有一些道友互相谈起来他害病的时候，他还嘻嘻哈哈的，像没那么回事似的，在别人身上又痛苦的不得了，在他身上他无所谓的。他这个空观虽然没有完全成就，但是他已经惯想转移，惯想转移，就刚才说那个长疮那个意思，就是惯想转移了。直到一些重报，你所有的报感受的好的也如是，坏的也如是，都随你过去所做的业才有的。入梦不真实，而在《金刚经》说，以般若自空来观，佛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入室观，不真实的。但是在我们受的时候，你空观没有成，乃至没有观，从来不懂得这个，也没闻到佛所的教授，没闻佛的教法，没入佛门，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一切事物是空的？这观他修不成。经常讲入梦，入梦。我的思维经常的想着入梦，梦是假的，我感觉着好像都是很真实的，我的做的梦都好像真实的。再进一步观，这个真实的也是假的，也是入梦，好像它的层次啊
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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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究竟觉醒了，对，那就成就了。对，我这个名字两个是对照的，我的法名是觉醒，觉悟了，醒了，那我改了起个的梦禅，达不到那个，还没觉醒叫梦禅。受戒的法名是觉醒，梦禅是自己起的。做梦的不真实，但是我感受都是真实的，但是这个真实的也是在梦啊。问题是在这儿啊，现在我们这都是真实的，现在大家都在做梦，不过这个梦啊，等你醒了时候觉悟了，咱快讲到了，讲到什么呢？入了初住，咱们是讲信心呢。等你信位满了，入初住了，相似见真理。等你见到真理的时候，这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不然我们现在，就像我说吧，90岁了。89岁时候还都是假的啊，把90岁当成真的了，这90岁还是假的，到91岁了，90岁又没有了，又是假的了。所以说梦里明明有六曲啊，但不做梦的时候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，阿修罗是骗于无道的，有时候不利就叫五道，有时候叫六道，单把阿修罗定个一道。对，这些都是真的啊，梦里头六渠道都是真的，你受的时候真的觉后空空无大千，等到你觉悟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个没有的。对，在自性体性上是空的。因此你经常入世观，怎么样观无能，无相的无我，意相无能，自相的无我。那么这些个相随业报生的，所以说无我。你梦里头做梦时候也做很多事，接触很多人，当然你一醒了没有了，全部洗亡，说把这一切事当做梦一样的。那你生在你不做梦的时候，你现在让大家在这儿来听我来说，念念灭坏，说这句话，前头这句话灭了坏了，那后头又说第二句话嘛，那前头那话灭了，二句话才来啊。前头是假的，后头也是假的，一切性空，一切法都是性空。这就叫明白了无常观，一切无实，念念无常，念念生灭。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。随解取诸相，颠倒不入时。这是唯心识观，观什么呢？观世间所有一切法相，以心为主的。因为心理解一些诸相，随你的理解力，随你明白的程度，明白的程度很高，很高就很高的境界，像普贤呐、文殊啊、观音呐、地藏啊、弥勒呀、这些大菩萨，他们所认识的诸相，现在我们向他们学，我们所认识的诸相，我们是从他们所言语
身体力行，得教授我们，就传给我们了。授就是授受相亲的意思，传给我们。嗯，对。曾经我看见我们作为道友，刘老师相递什么事物？嗯，那么表示男女授受不亲吧？啊，或者戒律上所说的吧，要隔到这儿，你再来拿，这有没有授受的意思？算不算授受？我搁这儿，你来拿，算不算我给你的？嗯，要直接的递，犯错误；搁到这儿你来拿，犯不算错误。你我搁这一件东西，我心里没允许你，你来拿，你犯盗戒，是不是这样理解？嗯，我们自身跟自身，就是双方的啊，自己一方的，方的，嗯，当你取向的时候，谁给你的？你执着取舍的时候，嗯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就属于观之类。嗯，你取着相说是执着相，嗯，假使说300年前如果有飞机，如果有火车，仅是一个没有第二个，你怎么认识？嗯，在60年前、70年前了，不是60年前了。我在上峰山，就是河北省房山县的上峰山，对，那地方离北京只有60华里这个样子。那山里有个村子叫玉儿，山子山头加个玉字，那个玉儿，那个村子叫玉儿村，有个老学究，没到北京去过，他在房山县考上秀才，满清末年的人，他闭门造车，听到人家说啊，飞机呀，那打仗时候大炮啊，他不相信，火药他相信，大炮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飞机，他闭门造车在那坐着无飞机论。那个时候那玉儿村呢，能够认识文字的有学问的很少，他就拿我们斗帅寺的下院，我们庙斗帅，那么和尚多少都是都印的字的，都有文化的吧，换句话说他来研究，他说他这个义理，我跟他说，你这个是闭门造车，飞机是确实有的。他说那么重，多少吨，能飞上天上，与理不合，不合理，没办法跟他说清楚。你说你的呀，那他有个主见。他所执着，虽觉取住相，就这个含义啊，我是解释这句话的。好，正跟那东北军跟阎锡山打仗，东北军到飞机来了，炸涿州，傅作义守涿州，东北军那时候就有空军了，有飞机了，炸涿州。那这个老先生该怎么说？你看飞机得天上飞了，而且还炸到涿州了，离我们那儿很近呢，也是几十华里呀。他怪哉怪哉呀，子不语怪，子不语怪是2000多年前孔夫子啊，他不语怪，因为他没见着过。这是那个时候，现在这个时代。咱们所见到的时代，现在什么力量大？
大家想想看，什么的力量大？美国的海陆空都算上，什么的力量大？一个风来了，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南都鲁风，不论你飞机、大炮什么都摧毁了，摧的没有了，只要一秒钟，还不要很长时间的，一过就在一秒钟。这只是说风啊，风而吹起那个水，风没有实体的，它所吹起那水的波浪，那海水吹到岸上，上了岸几十里，所有东西水一退，全带到海里去了。什么力量大？这是像啊，这是该是真实的吗？假的，假的。这叫现象，是随解取住相，看你怎么样理解，怎样理解。凡你世间所见到的相，就是每一相都叫一法吧。你所看见的法，以心为主。都是颠倒不入实，这叫颠倒妄见。现在我们还说不上心，我们都是实，实只是妄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还是妄。一妄对住妄，一个妄对一切妄，一切妄成就你这个妄。那如果真实的呢？妄都没有了，说妄尽还原，梦境还原，明白是怎么叫颠倒啊？颠倒，不长的，我们把它当成长的，这是颠倒见；无我的，把它当成是我，我的，我的，对。就像我们说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身体，我的，我的不是我。这个观念呢，一定把它纠正。它是我的，不是我。我在哪里？谁是我？我又是谁？你要是入世的思维观察，你可以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顿歇呢，不要在一切境界下去贪恋、去执着，知道这都是没有的。能分别的实，所分别的事物，二俱空，没有真实的。因为你现在在颠倒迷惑当中，简单说这品的含义不明，所以才问明。那问明是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问财首菩萨，那他们就答复的是明。由这问答当中、辨别当中，你就产生了一种明。我们不明，但是文殊菩萨跟宝首菩萨跟那个财首菩萨，他们辨别这个每句话都给你指示，让你向明的观念去观，让你向明的处所去做，不要再颠倒了。你的呀，那个理解力，你的那个所知道的，那不是明，那是执着取住相，是颠倒的，不入实的，那就是世间法了。以你那个妄心为主，财首菩萨就这么对着文殊菩萨里说的。为什么咨询那相呢？就因为他不明了，不明了。世间所言论
一切是分别，未曾有一法得入于法境，得入于法性。包括咱们现在的说，咱们是言语，讲的是名词，寻章摘句，以你说话的言论的时候，这个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它引你入真实。文殊菩萨跟财首菩萨教导这个言语文字不是真实的，但言语的表达文字的启示让你入真实。所以世间一切言论一切的分别都不能够入于法性，因与言语言论文字的启示让你观照，观照观照时候才能入法性，才能入法性。说世间所见的法都是以心为主的，这个心是妄心，你所以心里的理解所取的相都是颠倒不实的。因此说世间一切言论都属于分别，一切是分别，就是妄想嫉妒分别心，未曾有一法得入于法性。这微是一时一根，专指这个说的。所以说你在这个言语之外形象之外去观照，观照什么呢？观照认识这些是虚妄，他有一个不虚妄的能观照之字，所观之景，景是虚妄的，字不是虚妄的，名不是虚妄的。说世间一法没有一法能够入法相，那么是离世间，离世间依佛所教授的指导我们入法性，无言，无语言说，无有形象，默契真如，那就叫入法性，入法性。能缘所愿力，种种法出生，数灭不暂停，念念悉入世。这个道理很好讲。反正这以下的大家很容易理解了，能缘的能攀缘的心，给你所缘的事物，这样才出处种种法，种种法。事物是缘起的，缘起是依着性空的，是先有性空吗？是先有缘起呢？缘起在先吗？性空在先呢？这就是现实近一两百年来的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就是唯心论和唯物论。唯物论说先有物质，后能依物而生心。唯心论说先有心而后一切生物质，妄心变化一切妄境。这个问题咱在后边就会详细讲的，这说起很长啊。《华严经》就入世，一微尘里容一大，容一法，一微尘是一法界，容一切。说一毫端现宝王刹，
一毫吨是色，宝翁刹也是色，一毫吨变成心了，怎么会一毫吨能现宝翁刹？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啊，说不清楚，不是说不清楚，是你没办法进入。当你没进入的性体的时候，你说不清楚，语言文字表达形象都说不清楚。何者在先？咱们现在说咱们啊，现实的情况，如果咱们上课讲华严经，华严经是心呢，是物质，华严经是一部经书，这部经书是心理啊，是物质，是佛说的华严经，那先有佛呀，是先有华严经啊？因为佛说华严经是佛说的，那依着佛的心，依着佛的身口意来说的，但是佛从前佛学的呀，他无始劫来种了善根，种了业的，他还是。好像是物质在前吗？说不清楚啊，知道吗？说不清楚。说没有这个物质，没有这个肉体，你怎么闻法呀？听的耳朵听吗？闻要耳闻吧。我不是耳闻，我是心闻，也可以呀。你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有能闻有所闻吗？有能有所有对待，有能缘有所缘有对待，假能缘跟所缘的力量产生种种诸法，但是种种诸法数灭不暂停，念念悉如是，这个寄送很容易理解，能缘就是能攀缘的心，所缘一切事物的境界，数灭不暂停，后念起了，前念灭了，前念灭完了，后念变成前念了，那后念又来了，前念又灭了，哪个是前念呢？哪个是后念呢？当你想一些事物，你是分不得清楚的。例如母一岁、十岁，这前十年；十一到二十岁，这是后十年。但是后头又来了，二十一到三十一啊，有仔细的时候吗？前念消灭了，后念又来了，那后念又变成前念了，前念的后头又有后念了，说念念不停，念念相续，这个问题若能够观察好了，观察好了，这个能所啊，就是诸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，能缘是要有情，能缘你这个心，所缘一切事物，能缘事物，这些事物是人创造的。说那山河大地，咱们讲的地水火风，是人创造的吗？如果没有心力加持，没有能源，谁来分别什么叫火，什么叫水，什么叫地啊，什么叫风啊，这个名字谁给他拿来的？
假使说从古以来，从那个立名词时候开始，说光风啊叫火，又刮风那大火，说光啊火呀、啊、又叫水，你也分辨不清楚啊，那一代一代跟着那成印而已了。一切事物都如是，都如是。咱们现在是人，人呢不知道是人，闹不清楚是什么样人啊，男人女人老人小人啊、那这你分得清楚，黑种人白种人红种人和、黄种人，这你也分得清楚。但是从他的理性上说，思维环境所造成的各个想法不一样的了。如果你多接触一些人，人有时候跟木头跟石头差不多，有的人跟木头跟石头差不多，如果没有分辨能力，什么也笼笼统统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是人呢。而且他越不知道寿命还越长啊，这叫不可思议啊。我曾经在美国有个学者，他用他什么都了解，我说你不了解人，他笑一笑，他说我对这个不论是亚洲非洲美洲啊闹洲我都游过，我都了解。我说你不了解，他硬是不相信。我给他举着，我说我们就那个一个省，所有的民族每个民族生活习惯你不了解。我说有的种族光爸爸叫老伙计，光妈妈叫老伙计，那他光他子女就是我们黑龙江的阿虎族，他就这样，语言非常少，老伙计小伙计，动作很简单，语言很少，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子，你理解吗？黑种人生活习惯跟我们黄种人生活习惯绝对不一样。人跟人之间距离有这么样的深，对，你是没研究民族的问题，要研究的复杂得很，你没办法了解，了解不到。就是从昌都到西藏，昌都过去没好远，那个地名叫内武旗，这个名字是咱们给他加的了，人给加的。内武旗29个民族，好大呀，人口还不到1万，就25个种族，他各有各的话呀，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呢。何况大陆说呢，说这个能源所缘这种力量，种种法出生，你没办法，没办法什么，你的智慧太小了，就是你知道的太少了，你知道的也不是，都是妄知，不是真知。现在我看电视，说野人，到现在的世界上好多个科学家研究这个野人，是人呢，是猿呢，是猩猩啊，还没闹清楚，这现实的吧。这个世界不清楚的事儿，能源所缘，它所有的力量，能源必须得一个影子，那一代一代的，咱们成前人的，咱心里头就是我们心里产能源，就是心是能源，外边的境界相是你所缘。那我们现在心想到美国人，想到欧洲人，想到日本人，想了其他的民族的人，这是能源呢，你的心能源呢，你所缘的
所缘的。你说那是人类啊，是物质？因为当成物质不对，错误的；当成人类，语言、生活习惯所做的事儿，好多的事儿不是人事儿。那你从你这个民族要求，什么温良恭俭让啊，礼义呀，嗯，其实从你这个民族，他别的民族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能源所缘，种种法出生，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咱们知道太少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明。因此我们每位道友应当知道我们的所知，能知，你的能知的心，能知的智慧，跟你所知的景，两个是不相符合的。不但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仪器，用科学的干什么？我们能预言，就像现在预言吧，啊，明天天气就会快变了，这一直到的十月二号，这天都大，就寒降温了，降温要冷了，让你防范。这个是科学的研究进步，你能知道啊？过去人说哦，刮风下雨，你能知道吗？现在我们能知道，知道的少。台风怎么起的？火灾怎么发生的？科学家没测验得到，要测验到了，让台风不起啊，我们也可以预防啊。你测量不到的事太多了，能测量到河北省下那么大的冰雹，那么可以避免它，还是不行。这叫自力所限，能源跟所缘不相合的。假能源跟所缘呢，生了种种的法，但这些法呢，念念不住，念念不住的意思，数灭不暂停。前念起来了，消失了；后念又来了，念念不停。晚上休息了，休息了吗？肉体是休息了，你那个意识啊、神识啊，它这不停的了，不管你有梦没梦，念念不停，就念念不住。前念消失了，后念又来了，后念就变成前念，这个前念又消失了，后念又来了，这叫念念不停，念念入世。一切法的缘跟所缘也入世，但是呢，有种种总结收拢来，你能缘的心，能攀缘的心升起，那种种的景就来了。心一攀缘，攀缘一定有景，攀缘景，做梦都有景啊，不是无景的了啊！说能缘的心，缘这个景，就产生了种种的景。所缘的景起，所缘的景啊，景起，景景种种的景，又生起了种种的心，入世循环不息。倒是心在前，那景在前。这个你观察思维，所有一切希望升起的法灭了，好像停了，没有停，灭了又生，不是法生，是你的心生，新生起的法一定灭亡，一定消失。
它不能暂停的。嗯，对，不能暂停的。就是这么，入世者永远无知喜，明了，当你求明，明了，知喜了。说一切事物止于自者，说一切事物的生起，或者谣言，或者是非，或者人跟人之间一切止于智慧者，没有这些个。说知以智者，说生起的法一定要灭，不会暂停的，不会久住的，一切事物都如是，都如是。嗯，说你用你的智慧观照，要了得相无相，了相无相，生无有生。平常这观照啊，一切法在相上了解它无相，一切法升起时候了解无有生，无生故而无灭，无灭故而无生，这样了解一些种种的唯心所现，就是你的心所现的境界，要了了无心了，了了无性了，无心无性无境，心境两亡都消失了，这时候你的心住在什么地方？无住，无住，《金刚经》所说的无住就是自觉，自己的智慧境界，不动法界，这就入了法性。自觉，觉自己的自境智慧的境界，这叫不动法界，这叫入法性，叫入法性。这样来认识什么呢？认识所有一切事物幻人虚幻的人生，对待一切事物的幻化的境界，一切皆入幻。这个观照能起到吗？你虽然现在没起到，诸佛菩萨证得了就入世，让你相信升起的信心，这是文殊菩萨跟财首菩萨，文殊菩萨问，财首菩萨答。以下一位一位的菩萨都来入室答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明谁能依着入室观，依着这华严经的问明篇，菩萨的互相的用辩论的方式，问答的方式，启发我们的明，就是这么个目的。现在我们还没明，还没有明，一定要相信这个明就是了生死，证涅槃。而这个明就明白你自己的心与佛无二无别，这就叫信心。信了你的心，光信不行啊，
进一步还得行，行完了之后才能证，证了才能得到。现在是学来的，学来的不行，用不上。那你先信吧，信完了到行的当中，你能证得好多，就享受好多。你得到了，那就叫得。得什么呢？得无所得，得到个无所得。但是这个无所得很不容易得，很不容易得。因此啊，在学的时候，这一篇呢、啊、非常重要。重要到什么东西呢？你干什么任何事物，你先得有个信呢、啊，得有个因缘呢、啊。你连信都不信，怎么能契入呢？契入就是亲至。明白了，进入了，就连这个明白很不容易啊。我们不晓得经过无量亿劫啊，那时间不是亿万万年，你才能得到入听到。过去连听到都不容易，听到都没听到，那你听到都没听到，你怎么能入？没有这个信心。如果不学佛法的人，不是三宝弟子，不会相信这个说法。如果相信这个说法，你没有学过《华严经》，你不会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。那我们在学《大乘起信论》，那是只是相信大乘，我们学华严经开始就我们就讲，让你先信自己是毗卢遮那。这些菩萨都是入等觉位的大菩萨，等觉位大菩萨，他们是正德的，他们以正德的来证明，用他们自身的正德来证明，证明什么？这种法是心法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将你自己证明你自己是毗卢遮那，是第一个，证明了是毗卢遮那。你还得记住啊，那这一段经文，文殊师利菩萨跟财首菩萨说，财首菩萨所说的，你必须得记住法财，这个财是法财呀、啊，财大家都知道财富吧，就是咱们生活，有了钱了，什么事儿都做，都能做成，这没的钱啊。有了法财了，那才能成佛啊。有了世财了，你才一切无奈啊。咱们要有钱的话，大殿跟法堂早一起修起了，没钱呢，等缘法，就是这样子。说咱们没的财啊，没的法财啊，没的法财你自在不了啊，你断不了烦恼，你也证不到了菩提。先要觉，觉完还得有法财，不但自己有法财，让一切众生都具住法。第三位辨别的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，问谁呢？问保守菩萨，这十首菩萨啊，尔时文殊师利菩萨
问保守菩萨言：佛子啊，一切众生有四大，无我无我所，云何而有受苦受乐呀？有端正的，有丑陋的，有六根不全的，为什么？有内好，还有外好。内好五脏六腑，都是健全的、健康的。有这少受、多受、悔受现报、悔受后报。但是法界中没有这些个，无美也没有乐。保守是纯粹理性的啊，保守是讲理性的。宝贝嘛，可贵嘛，尊重稀有，成为宝贝很稀少，很贵重，这叫宝贝啊，宝贝。什么最尊贵，什么最稀有？法性。问他这个，在法性当中没有这些个，一切众生都有四大，有体啊，印和体都是地水火风所成的四大种嘛。无我无我所，在法性离体当中，四大的理，四大的体，没有个我，也没有个我所。我没有了，我所当也建立不起来了。但是他有受苦受乐，这怎么说呀？没有我就没有受苦的，也没有受乐的，无我无我所呀。为什么还有端正的，有丑陋的，有内好外好，就是这些问号吧。这是指着问的是众生身四大所合的，这个四大是指众生身说的，四大是假名的，四大没有主宰意，无主的。四大无主，身已无我呀，四大皆为主，无主了，四大所合成的，哪里又来个我呀？这么一句话，我都没有，还有什么我所呀？我所有啊，我都不建立，立不起来，还有什么我所有？这是疑难，能照的，能受的，才说有个我，我是主宰意。有了我了，才能建立说这是我所有的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的财富，我的家园，我的什么土地，才能说到我所。既然是没有能照的，也没有能受的，那有什么住处建立了我？我的要不存在所照的所受的，那这我所也不存在，那是我所。能照的能受的是我，所照的所受的是我所。因为无我故，没有我了，也没个能照的能受的，那谁来使他受苦受乐呀？谁令其苦乐呀？苦和乐只要出相说的了，一般你们的感受说受苦了受乐了啊，说三途啊就是苦啊，地狱恶鬼畜生就是苦，人天呢就是乐。
你念地藏经，看看那地狱，那么多个名词，那么多个兽，何必要那么多呀？受苦，受就是了。为什么那么多的行类，那么多种种的不同的地狱的名号？那是初说的了，那是初相说的了。我们知道这是苦的地方，变了畜生是苦。那你问畜生呢，畜生是答复不出来的，你也不懂，你问他苦不苦啊？你看那个，你看电视上，你看到或者你亲着，你要到峨眉山，你看到很多猴子，他感觉是苦吗？他跳跳蹦蹦的摘水果，这玩得很欢乐呀。所以知道是苦吗？现在我们在座的道友们，苦没来的时候，你感觉是苦吗？因为你从佛的教授方面知道了，分出来了苦乐，什么是苦的根本呢？有这个身体吗？他要享受嘛，来辨别的苦和乐，这是谁造给的？谁加给的？是你自己造的吗？自己造都要造乐呀，谁要造苦啊？我有在香港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的，他的弟子大多数都是歌星了、舞星了、干什么的了，到他那儿了解去。我有时候，我问他参加过一回，我问他们，我说你们感觉着是乐是苦啊？你做那么多种动作给人家看，唱那么多的歌，喉咙差的都唱的。啊，又跳又蹦的，是乐是苦啊？听的人，说看的人，我说他们是享乐也是受苦啊？那当然他答复不出来了。他说这个问号很奇怪，我说一点不怪啊，不怪。也问他说在那儿。一看着看着，俩眼瞪得鼓鼓的，看着跳，看着跳，耳朵又听，眼睛又看，好像很忙，很忙。但看完了，回来了，哎呦，这腰杆也痛，也不舒服个，是苦是乐呀？众生颠倒就是在这儿，明明是苦，他因为是乐，还要花钱呢。挣完钱了，就像特别喝醉的、喝酒的人，啊，那喝的啊，在没醉没醉啊，没醉没醉又喝，醉的都吐了，还没醉，难受不难受啊？醉一回酒，三天都恢复不出来，恢复不过来，你说是苦是乐呀？众生是以苦为乐的。要不信佛的啊，看见我们这和尚比丘尼早晨起那么早，晚上睡那么晚，一天呢也是折腾自己，他们看见咱们是很苦的了，什么世间的是荣华富贵啊，喜怒哀乐，好像他因为我们都是哀乐，没有苦，都是哀悲哀。他说老生入定啊，老生入定不是行我们好，老二住的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活了一天在这儿坐着，颠倒众生，知道这个颠倒了，你要认识你的四大，都有四大，不论什么一切众生都有四大的，苦和乐初相，初相，
苦里头还有重苦、轻苦，还有一个不苦不乐的苦。你说上班挣钱打工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穿衣吃饭吗？你说名利呀、啊，那些打工的工人他有什么名利思想啊？他这思想没有了，他一天我给你做一天工，拿到一天钱，我自己的温饱，我家庭的温饱，他现实的环境是什么，他想的就是什么，他不能超出现实环境。人也如是啊。说到这里头，咱们四众弟子，佛弟子，你的目的求解脱呀，解脱。咱们很多道友让他说，我业障很重啊，我要了生死啊，你天天是这样想的吗？你念念是这样想的吗？要了生死，怎么了？了字怎么解释？你怎么才能了生死？你知道什么叫生吗？知道什么叫死吗？先把这个闹清楚。说知道了，知道怎么了？天天都学的这个啊，是吧？你晚上不能吃饭了，晚上不吃饭了就了生死了。想想看，我不杀人，人家要杀我。就能了生死了，不杀，不杀是不是了生死了？一切诸法当中，你都要多起这个问号：什么叫解脱？什么叫不解脱？什么叫了生死？什么叫断烦恼？这是名言呐、啊，这是话呀，或者利于文字了。但是你做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就加以思维了，考虑了，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是不是了生死？我现在所做的是不是能离苦得乐？我现在所做的是不是断烦恼证菩提？这非得要多加思维，苦中有没有乐，乐中有没有苦，什么叫苦，什么叫乐，如果这些个是名相，不错了，这是初相，初相还有真常留住，所以断烦恼是出的，这出相，这你能意识到，细相呢？细相你还没有觉察到，还没有意识到，咱们知道是果报，果报。果报之中含着多少种，果报之中这么都是同样的，受的是果报，果报是因为你做的业，业感受果，这业里头很复杂，现在咱们一天你的思念思想当中好多善念，好多恶念，
好多不善不不善不恶的念，这个念头当中，这叫惑。惑，因为这个惑你要造业，叫做业就是作用，身体所做的，口里所说的，惑就是心里想的，想的。你这一天算算气账，算气账的时候，就是这一天的所起的念头，这就是苦乐，苦乐的根本有多少？你一天起的念有多少？说你在这个有为法的当中里头，你所起这念头。一个一个一个，有的起个念头就算了的，有的念念相续，念念相续，因为惑而造业，因为业，这就是因了，这就要感果了，感果了。因为念头很多，做的又身口意做的又很多。这里头善善呢呢，在你人生当中所遇到的，时而好，时而坏，时而倒霉了，时而又是幸福又来了，这些幸福或者运气好，运气不好，全是假的呀，假的，一个一个的从祸而到这个感着受果受报。从报又回来厌国之因，又知道我们过去那些个因，现在我们现在还在起念念相续，没有间断的时候，有隔一生受报的，有隔十生，有隔千百万生的，预缘了，经常说预缘了，那你跟这个人本来不相印不相识，突然碰到了，他看你就生起烦恼心，他非要杀你不可，什么原因？过去你害他的，这叫遇报受报。这个问题啊，今天这一段我入斯利菩萨问保守菩萨的这一段，这个十，这个九首菩萨，文殊师利所问的九首菩萨的所有的问答，让你暂时的不能去断，你也不能去立时的那个成佛，你要相信呐。文殊师利菩萨说，这个教授问的这些个名，你得从中去。要思维参考，要达到明了，有了智慧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现在不能解决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明，不明。咱们说这时候呢，都是向明的方向，向明的方向去追求，去做，去学习。这才就叫断烦恼正菩提，断烦恼正菩提可不是一句话呀，那含义非常之多，你直到等觉菩萨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证到菩提了才能知道你没证菩提前那些事儿，你没证到菩提，当你那一份最后的无明习气没断的时候，还不算究竟明。